行千里母担忧，一眼看不着就犯愁，走哪儿都想牵着手，哪怕长得特别丑。谁不说话谁小狗。我搁这叭叭半天，你咋不说话呢？老狗，不是老公啊，想啥呢？不想跟你一块走，出糗。你回来，干啥呀你呀？儿一天到晚忙叨的，大清早呼弄他干啥？我昨天晚上做梦梦着儿子了，特别不好。别说了，我都猜到了。嗯，是不是儿子在你梦里边惹祸了？你又去给人平事去了？妈，你咋知道呢？呀哈，昨晚这家你跟人家吵吵的，给我吓完了。我咋吵吵的？那动静可大了，那就。哎呀，那后来那事儿办没办成？我给忘了。办成了，你都请人吃饭了吗？我咋吃的？那起来咋还饿呢？你搁那边吃了，你搁这边你不空腹呢吗你呀、为了咱们儿子的身心健康啊，你尽量把睡觉这个习惯就给戒了吧。啥意思？他在你梦里太吓人了，这你老梦那个情节呀、也贼拉吓人，要么就是惊悚悬疑，要么就是职场骗局，而且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基本上活不过一集。你心里就没有咱儿子？还我心里没他，咱我走的是肾呐。要不给儿子起名叫结石呢？那叫结石，还结石，囊肿干上来了呢。俗话说，儿行千里父担忧。哎呀呀呀呀，可别在这给我添负担了哟！赶紧看儿子去。这家到南方旅游一圈回来，口音都变了。梦啥？你跟我说说吧。我就梦见啊，咱俩上儿子家，一开门，没人。儿子，结石，结石，结石，大长脸，叫外号啊，干啥？没在。那后来梦到啥了？给他打电话。打呀。你没有手机呀？你这时候跟我计较什么话费呢？你这我梦的是你打的呢。他激到激到，快打。梦里我打通没？没打通。对上了。实现了，的，赶紧找老师傅里边睡觉呢。哎呦我天，儿子，老伴儿啊，儿子，你干啥呢？还有心思来这喝呢？你给我吓吐奶了都。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牛在身边奶更新鲜的辉山仙博士吧？啊，你可知道啥玩意儿有营养啊？你再看看咱儿子。现在不好好吃饭，净吃垃圾。垃圾，搁那个垃圾啊，那得是个啥画面啊？别！哎呀呀！哎呀！热。该呀，他要吃也是吃的厨余垃圾。那你有什么骄傲的？我说的垃圾是垃圾食品啊！你看看这一桌子，那你把食品带出来，这给我吓的，真是的。这孩子上哪去？电话也不接呢。呀，来了，快接！喂，妈，我是你爸，找我的。对，哎，爸，我是你妈。哎呀妈呀，你俩开免提吧。哎，怎的啦？啥？我没咋的，这你俩咋的了？这给我打了20多个电话呀。那个你啥时候回来呀？我现在我回不去呀、回不来，正忙着呢。对，忙点好啊。儿子、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医院呢。也在医院挺好，挂了吧。在医院能有啥事？你咋给挂了呢？他就说在医院呢。在医院呢。在医院能有啥事啊？有事大夫就给处理了。该扎针扎针，该吃药吃药，该手术手术，该涂脂加乳涂脂加乳。他刚才是不涂脂加乳的？咱这儿子太坚强了，亲自通知啊。我现在是回不去了。
孩啊！哎呦我的！哎，这不是那个谁？这不是结识在幼儿园结识的好朋友，一起成长，一起上学，一起参加工作，先找到女朋友的大雷吗？我让你这话生平呢，你给人家呀？不是你哭啼啼怎的了？我姨，你们看看这个吧。这啥呀？通知书。对，给他吧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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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我啊！怎么这么快就下通知书了？也一年多了，今天才跟我说分手的。咋的？啊，我对象今天跟我说分手，给我的分手通知书。分手通知书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，那这分的挺好的。这俩咋的？这家别说挺正规呀、啊，是挺官方，黑点白字倒是好算账，是不是？那个，你这不是哎，你就来找我儿来了？咱们俩都给打过去了。我就找你儿子，赶紧他上医院了。对，不是，他没事去什么医院呢？他去医院能没事吗？是，你赶紧快走吧。走吧，快走。哎，我想起来点事儿，怎的了？你家结实刚发的朋友圈啊，上边还附着小照片，写着：虽然今天是周末，工作依然很快乐，两条小腿紧倒车，勿让青春匆匆过。发自于五分钟之前，定位于挺大个医院。心啥？哎呀，心脏抽筋了，真的。这我就说没啥事儿，你能办成啥事儿？我也合计我儿子体格不能那么囊。不，你们家结实啊，在我这个朋友圈里。那是最优秀的，随根儿。工作当中也是小能手啊，随根儿。去医院能干啥？无非就是帮人忙去了，随根儿。你们没事，如果要担心，就翻翻那朋友圈，什么事儿都一目了然。行，咱现在这年轻人的思维咱跟不上，可不咋。死板咱们老年人真的是，就没事。你说你看看朋友圈，不对他一目了然了吗？是。我这咋一条线呢？我这咋三天可见呢？我好像有点欠呢。我是绝对。不会出卖朋友说他把你们屏蔽了，但是我能告诉你们的是，他屏蔽你们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屏蔽还有什么原因呢？这个他们我看看，哎，他这发什么玩意儿啊？寒窗苦读十九载，放眼人生真精彩。今朝春花浪漫时，新的起点在飞驰。爸爸妈妈，祝福我吧。你说这小词儿写的多好，多励志啊！还励志，我这心里都快立冬了。啊？怎么还能立冬呢？寒窗苦读十九载，咋的？他上学的时候我让他吃糠了。放眼人生多精彩，跟我俩一起看的黑白电视啊。今朝春花浪漫时，毕业了，工作了，这要找个女的单过了。新的起点在飞驰，他对象让咱给买奔驰，这出手多大方！你说这，哎呦我的天哪！叔叔阿姨，那在你们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样的呢？据我对我儿子了解，他就应该是这样式儿的。要你们祝福啊！毕业了，再也不要回家了。再也不用看那两个老姑了棒子在我眼前来晃悠晃去呀、啊跟谁俩呀？你俩烦不烦人呢？没啥事就老逼着我学习。告诉你，现在我有工作了，但是我想去我就去，不想去我就玩，我就闹，我就作，我就祸害人。我告诉你啊，天塌下来你俩得给我顶着，结婚以后我跟我媳妇儿过不搭理你俩，你俩得给我顶着，还有生孩子我生一窝我一个都不管，你俩得给我领着。今年要车，明年我就要大飞机，我要让咱们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房倒屋塌。别说话，我说的规矩就是规矩。这太吓人了，这画面太吓人了，我赶紧把我爸和我妈从朋友圈里放出来吧。叔叔阿姨啊，再见啊。你说儿子能是你想的那样吗？整得像你没想似的。我想啥了？房倒屋塌那块就你想的。你别说没有用。儿子回来了。问问他到底干啥去了。哎呦我天，哎呦儿子，哎你好，请问是上台是彭于晏家不？谁？
山台子，彭于晏，尾号23-40。那尾号倒对，是23-40。嗯，妈呀，这是彭于晏被黑的最惨的一次，我放桌上了啊。说怎么的？谁过生日啊？啊，实在想不起来谁过生日的，就翻一翻户口本，指定有一个过生日的。这家人过的日子糊了吧嘟的。哎呀，粉嘟嘟的。是的。你过生日啊？不是啊。我过生日啊？也不是。儿子过生日啊？他2月29，四年轮一回。啊，他可能正轮回呢。嗯。这谁是？哎呀，我知道了。我是他对象。啊？找对象。对象过生日。啥？你说咱俩别瞎想瞎想，你肯定陪对象去了，那能有啥事啊？那陪对象去趟医院不也正常吗？那陪对象上医院哪正常啊？你给他想正常了呗？万一他是个护士大夫，治个脚气，啥的呢？哎呀妈！还找了个大夫，哎呀，这我这抱大孙子我，哎！怎么给打开了呢？我以为你残了呢，在家喊，我这不看看这说能长啥样？那蛋糕上有照片啊？这不有字儿吗？妈破案了。啊，这姑娘名该咋的，挺硬啊、哦、叫秀琴。还写啥了？祝秀琴退休快乐。这年轻人呢，这怎么这还找个退休呢？你说哎呀，不，你这我退我啥时候退休？2年。哎呀，这年轻人，我得叫她声姐。我这年轻人，我告诉你啊，老伴别拦我，这回高低让我先想，要想一起想。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。哎呀！你妈的，菠萝鹅从脑瓜子给我菠萝下去！头发都白了。他该打是打，秀琴那舞跳挺板正。板正啥？板正啥呀？他那四步都跳错了，那应该是。什么也飞不起，花花的世界。别飞了，这他自己啥体格，不知道能飞起来是咋的你啊？我是绝对不会同意儿子这门婚事的。你说他要干啥呀？要吃人老鸨啊？咱俩老鸨不够他吃啊？那我儿子是公务员，自己有劳保啊。这是公务员，公务员啊，公务员是啥呀？那是参天的大树啊，人民的公仆啊，燃烧的蜡烛啊，整这出他要完成人生的救赎啊。哎呦我的妈，老救他赎干啥呀？就不能救救他救吗？你这什么玩意？他到底怎的呀？他这是啊，就是不想努力了呗。婚姻这块他不随我就随他吧，但是工作岗位那个千万不能犯错误啊。是的，这回肯定回来了。走来聊聊，我看他现在今儿在家没呀？老严你咋来了？老贾你咋搁这儿呢？我在我儿子家不正常吗？妈，大过年的空手来啊，这么不懂事啊？我怎么觉得像到他家了呢？怎的？不是，我不是懂不懂事，我懂啥事儿？那我是他爹，不管你俩谁是谁爹，我这有几句祝福，你一定帮我带给你儿子他老人家，让他一定在百忙之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他的身体不属于他自己，属于千千万万个求他办事的办事群众。你喝了？高低喝点。怎么回事啊，老贾？我那事太难办了。谁都办不成，求到你儿子就不一样了。他一出手，哭叽、胯上、胯，跟老一下，嘎嘣办成了。这几个女生回忆出来，我咋觉得这事儿办稀碎呢？岁岁平安嘛。最后啊，你别最后了，你哎呀，你今儿喝有点潮了，你真是。来回去吧你、啊，慢慢走啊，回去吧啊，你别让他犯错误。啥玩意儿？窟窿，胯嚓，嘎嘣。你看他刚走，给我来电话干什么？怎的啦？最后啊，再给我带一句话，祝你儿子我大哥七十吉日吉如风，丰年丰月如风增，增福增禄增长寿，寿山寿水寿长生，活得开心，玩得愉快。大老妈，哎呦我的妈，听明白没？听明白了。儿子出事了。哎，
不，你要干啥？你要报警啊？我让他回来。我以为大义灭亲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，我说回来了，这就这点事儿，怎么就这不明白了呢？你说这富豪给你的你不感激，那大公子的给你就拿着呗。你说这放开手脚大胆干，那有纪委给咱兜着，这怕啥呀？完事了。啥完事了？他璀璨的人生就要完事了。哎，找找吧。找啥呀？电视里不是说可哪藏钱呢？找找你，这你翻冰箱，我撕墙皮，咱们赶紧的吧。爸，干啥呢？那擦墙呢？啊？咋跟墙掰着把子了？那干啥呢？那是啊。儿子，就凭你这个小胆儿，你自己干不出这事儿来。我干吗？交代吧，都有谁？谁？这是谁和谁呀？谁？搁那猪王的谁还演的？谁让你干的这事儿？谁带你的？谁？啥呀？我怎么没听明白？这哪跟哪儿啊？这是？谁策划的啊？谁接洽的？关键时刻谁拉了胯的？最后是谁把你拿下的？不是爸妈，你干嘛？我这一天我工作，哎，我特别累，让你俩，哎，待会儿，我想自己 emo 一会儿。一啥 ？emo 那陈奕迅的外国名。陈奕迅那是伊森。伊森不是演《速度与激情》那个吗？那是杰森。杰森不是跟蔡明演小品那个吗？妈呀，那是郭达。啊谁？是我，民警小赵。哎呀妈呀，来的这么快吗？哎呀，我说你别动，你坐下。我来，啊，我是顶梁柱，我来。你这个咱别害怕，该来的迟早会来啊。拿出咱们上班的时候那个器材啊。什么玩意儿？我跟你说，我呀，现在呀，你干啥？你这个坐，不许跑。你好。哎呀妈，这星人傻眼睛，好不了。请问？别问了，我们说。我们只能交代，我错了，子不教父之过，都是我惯的，我从小就没有教育好他。但是为了表明我们积极配合的态度，我已经把这案子给你破的差不多了。真的，他咋回事呢？就那个陈奕迅，啊，陈奕迅呢，他策划的，然后蔡明那个接洽的，郭达整拉了胯的，最后是谁也不谁给拿下。你怎么说？你这是谁拿下的呢？秀琴。对了。我一听单纯的就是为了吃他老鸨呢，原来你现在吃的是老鸨了你啊。哎呀，我没整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啊。刚才我哪儿说错了？我们都听见了，还来人扯呢。警察同志，我们交代啊，富豪给着的他没敢要，哎，大公子给的呢他就拿着了。因为合计啊，这爷俩送礼，你再不要就不给人面子了。不好意思了。但是就是万万没想到最后把纪委同志给了。大姨，你都听谁说的呀？听他说。他跟那爸爸他说的。我说啥了？你说富豪给的不敢接。富豪啊。这富豪在场上他的位置不好，那传球可不敢接呗。那大公子给的就拿着吧。大公子张振林嘛，一手妙传，贼拉单位必须得要啊。放开手脚大胆干，有纪委给咱兜着呢。那赵纪委吗？那家能传能打能得分，他给兜着那我们都放心呢。刘兰呢？那你以为呢？他以为辽贤的。爸妈，来，坐一下。希望你俩此时此刻就不要辽贤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跟小赵还有个正事要说啊。对，小赵，哎，那个秀琴阿姨那个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明天就能领证了，特意过来告诉你一声。哎，等会儿，我打断一下那个。哎呀，辽兰那事儿啊，咱是管不了。但秀琴这个事我是太憋屈了，我这不急啊，真的是，我能不能插一脚就这事儿？哎呀，儿子，这个证儿啊，咱不着急领。妈当年就是一时冲动，错付大好青春。你看，哎呀，你俩我知道了，太可怕了。他俩呀，又合计我干啥坏事呢？我说呀，给秀琴阿姨领证是领的是退休证，完了又浮想联翩了。叔，是这样的，结实现在在行政大厅办不成事儿，反映窗口。什么窗口啊？办不成事儿窗口。办不成事儿，搁那坐着干啥？打经啊？这都摆设吗？那不就是？
不是你俩能不能现在当会儿摆设，先别说话，让小赵给我介绍全了。来，秀琴阿姨呢，因为是外省社保，代发机构产生变更，无法上传证明，所以说退休金停发，而且身份证到期没有及时补办。但是经过几个部门的通力协作，一下午的时间就都办好了，所有的事儿都是在我们结实的窗口办的。现在像秀琴阿姨这样难办的事儿，在我们办不成事反映窗口都能办成了。这个窗口结实啊。不是，这个蛋糕咋回事啊？啊，蛋糕是属于我们这个人性化服务。那上医院干啥去了？啊，我上医院呢，去帮刘大爷取那个特病的资料去了。哎，你这老头儿，误会你了。哎，我儿子现在在我眼里越来越高大了。那，但是这个高大威猛的结实啊，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？你说，就是你那个朋友圈能不能别屏蔽我跟你妈？因为我跟你妈就关心你呀，就想了解你的生活，就想在你的朋友圈里了解一下。结果你还不让咱俩看了。我是想让你了解，时时刻刻也想让你们关心我，知道我的动态。但可是我一发以后啊，您二老啊是总觉得我不干好事儿，然后。浮想联翩了吗？那不是因为想你想关心你吗？俗话说儿行千里母。别想你咱这样，给我个面，给你妈个面，把咱俩从你朋友圈里边放出来。不行。怎么样？那叫请出来。来来来，帮你看。哎呀，来来来呀，看吧。哎呀，我儿帅吗？跟我那就是简直就是复制粘贴呀！那这是，大家以后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啊，到我儿子那个办不成事反映窗口，我儿子所有办不成的事儿，他都能办成。